终于要见女武神了。先调整一下红蓝数量，我调整的是9:5，就根据我的这个属性调出来是9:5。然后灵药一个是可以消除状态提升抵抗力的，一个是提升绿槽恢复速度的。然后装备两个药，一个是装备一个腐败台药，可以让我们去除猩红状态的，因为女武神是有这个状态的，把它带上。然后再加上一个可以提高我们精力恢复速度的这个东西，腌制龟颈肉。带了3把武器，一把是尸山血海，以刺细剑可以施展猎犬步伐，以及这个慈悲短剑是火焰慈悲短剑，可以释放红狮子火焰。这是我刚来的时候想到的一种打法。然后我们先看一段动画。I dreamt for so long. My flesh was dull gold, and my blood rotted. Corpse after corpse left in my wake. As I awaited his return.Heed my words. I am Melania, Blade of Mikala. And I have never known defeat.女武神最大的特色，或者说她的难点，是在于她是可以吸血的，并且哪怕我们用盾防着她，只要攻击到我们，根据她的这个攻击的威力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回血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她比较难打的原因。因为红狮子火焰削刃比较厉害，如果正中红狮子火焰3次，可以把它给打跪，但是有时候大哥呢会捣乱，可以把他打入第二阶段。我只试了这一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打法不好用，而且我们当我们喷红狮子火焰的时候，他会逃，除非他跟大哥啊在刚正面，但是大哥呢会给他加血，特别是这一招上去以后，加血加的比较厉害，你看这个血就出溜出溜在往上涨。我们就不看这个版本，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。这个版本进来，我身上没有带一些什么特别的护符，只带了一把以刺细剑，可以进行猎犬步伐。我们怎么跟他打呢？我们就顶着水泥大盾跟他对脑。除了我戴的这个帽子在有出血状态的时候会加一点点攻击力以外，基本上在出血这一块并没有什么加成，并且我没有使用切腹的战技，并且在王城下面墓地里面那一个可以加强出血的护符我也没去拿，顶着盾跟他挡，只要控制好我们的绿槽，也就是说一阶段我们不叫大哥，就顶着盾跟他砍。当他一个套路打完，如果我们可以使用猎犬步伐退回来，那我们就退回来。
他跪了可以先攮一到两刀，然后处决，然后马上退回来补绿槽，因为他打不动我们的盾。一阶段就用这一个招式，他只有一个招式，我们没有办法比较好的去防住，就是投技，别动，就什么都别动，让他捂，他弩他的，我拿我的。因为整体上我们的输出是够的，但前提是我们的输出必须够。我这把以次细剑是满级的，打到这儿了你肯定有满级的石头，如果说没有满级的石头，先上天空之城再过来打他，任务不受影响。天空之城可以把所有的特殊武器到9，普通武器到24都没有问题。他出这一招只要不完全被他打中，现在看我们整体的血，他中了猩红，他中了猩红以后我们可以跟他磨一磨，让他血慢慢变少。到现在为止我应该只吃了一管血，就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去攮死他。但这种方式前提是攻击力要够，否则我们这个换血啊换得不合算。唯一注意的要点就是要举着盾，并且要控制我们的绿槽。一阶段他的攻击欲望很低，我们单挑即可，不要叫大哥出来，大哥出来反而会给他送血，所以我的计划是二阶段叫大哥出来。一定要沉着冷静地看着自己的绿槽，只要有绿槽，他基本上除了那个投技，基本上其他招式拿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办法。那个投技有一个什么方式去扛他呢？一，我们要随时保证满血；二，捏一个大卢恩，40点的血量他就秒不掉我们了，还会剩最后一点点。但是如果不捏大卢恩，就是不使用大卢恩的情况下，那一个投技直接把我们秒杀。好，我们吃了第二瓶药，顶住，就这么顶住。他回血让他回，就是他挡他的，我挡我们的。只要出个出血一下，我们实际上普通的攻击是在跟他换血，而只有到打出一个出血了，才能把他的血往下打一些。也可以去把感应，就单独为这一场战斗，如果老打不过的情况下，想用这种方法，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去打感应流，把你的点加到感应上面，对他的出血的几率会更大。然后继续拿，就没有什么技巧。我曾经想过，最早的时候我第一次打赢女武神的时候使用的是尸山血海，跟她控制距离，一阶段也不叫大哥，然后二阶段叫大哥，但是比较难控制距离，她的变招也会比较多，没有这种去打一阶段比较保险。一阶段难打，二阶段相对好打，这是我的感觉。好，进入二阶段。
进入二阶段之后，锁定在他身上解除锁定，然后使用猎犬步伐拼命逃，不要被他这招打中，打中以后会中猩红腐败，如果中了猩红腐败就吃腐败台药，把大哥招出来喝上血，让大哥先上手头换上尸山血海护主，他只要奔着我们来，我们就护主什么都不用管，情愿让他把血吸满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的盾是防御力最高的盾，衣服是防御力最高的衣服，我吃了个灵药，这样可以比较好的抗异常状态。让开，他去找大哥了，我们就上去尸山血海，因为女武神的韧性很差，是可以打断他一部分攻击的，除非是那一套连招。继续尸山血海，我招大哥的时候给大哥是以次细剑，也可以考虑给大哥尸山血海，但是给他以次细剑呢，大哥也会脑脑流，主要靠个盾让开，使用以次细剑赶快让开，这下中了，以我们现在的血量是秒杀的，就这一招是比较吓人的二阶段。好，上去尸山血海，这个时候他是硬直状态，盾护住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这叫运气好。回来两口药喝满，再来一口，找机会尸山血海。他要放远程的东西，我们靠在这个地方不动，给他打。他在打大哥，尸山血海，药快没了，我们要吃个蓝。他打大哥就上去，他就没了。虽然打得比较难看，一阶段挡掉的，二阶段尸山血海靠大哥顶的，但是我们打过了，获得了马莲尼亚的大卢恩。Dear Mikala, oh dearest Mikala, my brother, I'm sorry. 腐败女神的追忆，她可以换女武神的那把武器和她那个乱舞的战技。那个乱舞甚至有一定的飞行功能，打个游戏打得那么猥琐，打得那么流氓，你就是靠耍赖过的啊！耍赖也是过啊，过了就行，哎，你别管我怎么打的。做一下之后，场景会变换。我们之前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支线任务，获得了一个纯净金针，而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归还纯净金针。获得了米凯拉的针和古龙岩失色锻造石，受此颠火后能用此物镇定颠火，逃离成为颠火之王的命运。然而此针是未完成的物品，要使用此物品只能前往法姆亚兹拉，据说未在该地的时空夹缝风暴中心使用。然后回到圆桌厅堂，可以看看他这把武器，他的那把武器的战技呢是真的帅。然后在这里可以兑换他的那把武器，是需要48的灵巧，还有就是最新的那一把大刀啊，可以双持，那把大刀也还可以啊，蛮好用的，我都给他兑换掉了。而接下来是我当时测试使用脑脑流打他二阶段，现在我们身上的装备是脑脑流带了一个切腹，使用以次细剑攮他，等级是139级，力量加到了48，感应大概是60多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的蓝条和绿条很短很短，但是如果是感应流二阶段也能把它攮到死为止，但前提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盾，等级要够，否则我们点数不够。控制好绿槽，然后我带了一把短剑上了猎犬步伐，去躲他的那个开花的技能，就是当他要开花了马上切换到另外一把武器，切换武器准备逃，然后再换回来继续上去挡他，可以给自己上个切腹，让他更容易出血，挡他就行了。他要乱舞了，他舞他的，我挠我的，
哇，也差一点点。远程的护主在打大哥，大哥有大盾在，所以也比较稳妥。主要是因为大哥也有大盾，他给大哥的伤害也比较小，他吸血吸的不是那么快，大哥快不行了。这是纯脑脑流，但是感应要足够的高，输出要足够的大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把女武神的大卢恩给兑换一下。女武神的大卢恩有一个什么用处呢？当我们捏了装备了女武神的大卢恩，在使用卢恩弯弧以后，我们的回血机制就是我们可以吸血了，就是当我们伤血以后什么样呢？类似于血缘里面的回血机制，就是我们打一下敌人打一下我们以后，我们会出现一个虚槽，我们只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去攻击敌人，我们可以把血给打回来，但不是无限吸吸满那种。好，我们顺着这边就像大字符一样的那个房间啊往里走，这边有两个铁公主啊，我们就叫她铁公主吧。我觉得游戏的翻译啊，一个是根据我们汉化的规则啊，它可以相对的简化，又可以表达含义，而且最好是输入法里面能打出来的这种汉化，我觉得就起码是常用词，对不对？艾尔丹法环里面的翻译就我就没啥好说的了啊，真的就没啥好说的。艾尔丹法环的翻译真的很恶心，翻译的很不好，而且不易理解，又不像中国的古文，又不像那啥，反正就很恶心。因为现在我们的力量可以举起水泥大盾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使用特大剑的巨剑的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神兽桥，此处神兽桥我们之前是来过的，是过来拿一个护符的。然后我们这边使用一个特大剑，两把特大剑给它装备上。这两把剑在敌人比较脆的时候，大多数敌人在两个套路以内可以被我们干掉的时候，清场会很好用。然后跳劈敌人攻击力很高，三个跳劈直接给我打归了，然后处决，还没死，还差一点点，再来两个跳劈。但是消耗的绿条啊极大，三个跳劈绿条基本上就会被消耗光。然后他会掉把武器魔像戟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个护符，之前的叫做黄金树的恩惠，但是我们已经拿到了黄金树恩惠加一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没什么用处了。而旁边就是一个传送门，这边是王城，用这个传送门可以到达游戏里面的第六个神兽塔。从这里到哪儿呢？反正不是这个地方，它给我们传到一个特别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过去就知道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兽塔在什么地方，竟然在地图的右边。而从这里是可以看到盖利德的。然后这个不是神兽塔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是我们拿身上一个重量护符的地方。然后尼姆格福，它这边的几个神兽塔的位置基本上等同于一个六边形，而且角度也比较正，这是我标出来的六个神兽塔的位置。好了，我们可以上塔了。孤立神兽塔，我们八倍速度上去。你还玩起你的剑来了。好了，到了之后打开赐福点，从这里看盖利德啊很近很近。这边是野兽神殿，就是我们浇死根的那个房间。好了，我们上去了。大剑流啊打起来也蛮爽的，大锤流也蛮爽的，但是力量要够。好了，获得大卢恩的力量。
马莲尼亚的大卢恩。使用这个大卢恩，我们喝红药的时候恢复的量会变少，但是当我们受到损伤的情况下，透过攻击可以恢复部分的血量。女武神是玛丽卡女王和拉达刚生下的子嗣，此大卢恩原本是最神圣的一个。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哎，测试怪，哎，你是最方便的测试怪。我被他打了一下，上面是粉红色的，然后我们只要在一定时间内攻击他，就可以把血给吸回来。好，然后死掉了。我们这个囊囊流打天下，真的是打天下哦！发明了以后真的是打天下。如果我二阶段，二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我会进大哥，进大哥以后完全是两个游戏啊。二阶段如果是打二周目，你把大哥进了，你不用大哥，完全是两个游戏，完完全全两个游戏。然后双剑，一下，两下，第二下没劈到，再来一下。如果是跳劈，他就跪了。处决，哎，没处决上。我觉得推图的情况下，这个大卢恩还可以，但打 boss， 我个人觉得不大合算。好吧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女武神这边的任务也就全部完结了，我们下一集应该是做食粪者那边的任务，吃大便的任务。好吧，大家拜拜啦，拜拜。